由管护所主办的公用频道影片精选活动，今年特别以云林印象为主题，开放甲以影像创作的个人也是团体，以婚礼来做为故事的背景，用镜头来记录地方的水。管护表示，今年奖金的总金额达到350,000。要报名的民众必须要先上企划书，和主办单位来审查，然后会选出7组，以工作坊的方式邀请专业的导演前来指导。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相片背后，真有可能是摄影者开真侪时间所翕落来画面。由云林县文化处所举办的摄影竞赛，今年度就吸引1300多件作品参加，竞争非常激烈。最后评审团也从中选出13名得奖者。恭喜！我看到里面得奖的作品的作者呢，都是在国内顶尖的好手，都是经常在参加这一种专题性比赛。专题性比赛呢，他们要投入相当多。你在短短一个月，你可以问得到金牌或是佳作，他一定不是只有来一次。每一件作品拢真有摄影者个人的处境风格。评审团这次也特别将作品分为山线甲海线地区，予摄影者唔但会当专注伫这两位地区深入处境，也予观赏的人会当看尽山海特色。这幅啊，在湖山市啊，你看它只有在这个可能在这庙里面哈、寺里面哈、所看出去的场景，就把大佛可以再融入这个框架里面。我觉得这一幅就是说，他用那种他的思维去创作。除了上海两组选出13名加佳作作品，主办单位更特别增加网络人气奖项，这种人以湖南的宗教文化来帮忙过路，得到网友高度的关注。当时就是很觉得很震撼的是，这个扔给他的这个人龙啊，我排了将近2公里。对，就沿途一直跟，然后就可能就这一张，我觉得说，把像背后这些整个这样满满的人啊，整个也带进去，而且我觉得这一张特别棒。这次摄影比赛圆满过一段路，不过所有得奖的作品也从现在开始在文化处医疗大厅展出，欢迎介意婚礼的人也当来到这欣赏镜头记录的地方风采。记者陈伟创报道。